起舞来，里面还有那个性感的味道味呢。哎呦，这位是谁呀？他是很漂亮，跟大家说，这一位呢，他不只是肚皮舞很厉害，你看他这个曲线有没有玲珑有致？他什么舞？他街舞也会啊，他跳 Lucky 也会 ，Lucky 那个民俗舞、现代芭蕾什么都会，这么厉害。而且呢，他你看他这个小小的身体，他已经征战了全世界，拿过18面金牌，真的这么厉害吗？而且这一位我必须要让你知道，真的，我们已经等了他6年。好，比刚刚还要久，刚刚5年6年，他们已经硬是超越了款呢。我告诉你，这位他叫做妍秀，带来鼓舞。你刚刚看他，看他这样跳哦，他完全是你看笑容可掬，自信，都是完全投入在里面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他也在玩音乐，对，而且他跟这个音乐当中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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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弹舌，有弹，里面有弹舌。你看外行，有没有？他这一个是什么？他这一个就是他们舞者在编舞。在跳舞的时候，他会用的在沟通的方式吗？对，他会啊，棒吧，其他其他，他们棒，这棒棒。有哎呦，宪哥以前也有学过肚皮舞，有，但是他那个雪茄跟槟榔拿出来，对，雪茄跟槟榔，有没有看到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排舞的时候会念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。你可以尽量说，没有关系，不要怕哦。对呀，来，妍秀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卢妍秀，今年要升国二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国二啊，你跳多久了？从小一开始，大概6年左右。6年的时间了，小一而已。他跳起舞来，里面还有那个性感的味道，慢慢等到他来日方长，对不对？现在才国二，对不对？
对，国二，然后一二三，再过个三四年，出落成为一个美人胚儿。哎，有没有？就现在还是有一种可爱 feel， 就是看他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表妹哦，或自己的堂妹之类的。但是他跳舞的时候又有女人的那种性感，对对对。啊，你以为他一路顺畅吗？各位啊，真的家里是本来是反对，长辈都反对他跳舞啊？为什么？对，小时候因为长辈们思想比较保守，觉得妹妹穿得太暴露了吗？对，不会啊，这个很 OK 啊，好可爱。对不对？是哪一个家长？对啊，我给教的，爸爸还是妈妈？还是打下去？爸爸妈妈都还好。阿公阿婆，阿公阿婆啊，阿婆了，客家人，他给客家客家客家妹妹。那你在表给阿公阿婆看的时候，你就穿高领啊？对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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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要这样穿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一套啊，跳完之后，拖回来，阿婆你穿穿看。对，因为阿婆为什么穿？因为你没有拿给阿婆穿，你要给阿婆穿一下嘛。阿婆也想穿。当然，戴波感官阿婆 OK 的啦，对啦，这很健康的啦，对啦，对不对啊？你除了跳这个，还有跳什么舞啊？还有跳街舞，还有现代芭蕾那种，都会，你都学，对，都有兴趣。你看跳舞的孩子不会变坏的，对不对？会变很坏，不会变，会变白倒是真的，不会变坏的。哦，为什么那么你学那么多舞，就最喜欢肚皮舞？还是你也喜欢跳 Lucky 街舞？我比较跳的是女生的 Girl Style 那种。哦 ，Girl Style。曾经在比赛的时候想跟人家合照，被看不起。人家说他是业余选手，真的有这种事情啊？有，在小时候国一，就是第一次去比赛的时候。你现在不就国一？对，你现在国二啊。小一，小时候国一。小一，小一，吓一跳，吓一跳。他前天就是小时候。对，私底下讲话很尴尬，很可爱。对，表演的时候又是落落大方，自信有没有？啊，怎么了？人家看不起你啊？对，就是我找人家拍照的时候，他跟我说。他的妈妈跟我说，他就是你的敌人，然后叫就是不能拍照，然后他妈妈这样讲，对，哦，啊，结果，结果就是后来那个妹妹还过来跟我说，你是不是第一次跳舞，这样动作太小了，啊，哦，嫁给你，等等，啊，结果你跟他两个人对拼，结果谁赢？那时候就是也没有特别去对拼，就是后来。有努力去找一些更专业的老师，因为那时候找兄弟干嘛？只是要拍个照，还不用。你我干翕相，还不用到，还不用干翕相，公公比赛，不是刚学哦。不用啦，喂，他才国一，干嘛？不要不要，他后来结果人家现在勇夺世界大赛三座冠军，对。在哪里？在首尔，韩国首尔，韩国首尔，比世界肚皮舞大赛，冠军，觉得不能辜负妈妈以前的努力啊！还有哪里得冠军？在台湾各地有得到很多的冠军啊，很多了。所以啊，因为他这个程度来讲，应该很难。对，李斯刚看他表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精彩，见鬼啦！哦。其实你可以好好回来。我点他的原因是刚跟旁边聊天，没有认真在看。对啊，我有，因为你有没有认真？很明显，我随时会给你们，随时会 cue 你们，很不错。来，我们就来一个那个，是你刚说会跳街舞的，要不要街舞来一下？可以吗？不要辜负妈妈，妈妈是在卖黄金的。啊，妈妈为了我要出国而卖了她以前。那个该不会嫁妆？对，嫁妆的黄金。为了你要出国比赛，把那个黄金卖掉啊，然后支付你的这个学费。那后来赚的奖金有 cover 回来吗？没有。可是舞蹈很少很少有奖金的啦。这样就我就更努力，为了不要让妈妈失望。哎呦，哦，对呀，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压力那么大，好不好？我也是对孩子真心的付出，对，从来不会觉得啊，他有没有能够获得回来？我们为人父母哈，孩子只有两个作用：第一个，对他全心的付出；第二个，欣赏他；第三个，没有了。就两个而已。对，对，刚刚父亲节也不够拿到露西派。哎，怎么？他送我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一张卡片，心意最重要。他写卡片。对呀。难道要给你什么另别的罚单吗？对，他写的字不多，文字写的不多，写什么？对，大概二十几个字，有六个错别字。打
下去，扣分都扣光了。下去，来，我们先看他跳一个那个街舞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试看。少林。他跳起舞啊，还有一点稚气啦。哎，对，对，还有那个还可爱的那个稚气。然后他也觉得舞种很多，难免那个肚皮舞的味道还在，两个要混在一起，会混在一起。对，那将来来日方长，对不对？搞不好未来是不是要往艺能界发展呢？哎呀，想到韩国去当训练生啊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好。哎，对呀，你条件算还不错的。哎呀，哎，期待你几年后回来，然后这样我变成对医生，搞不好下一个周子瑜都有可能。对对对，好加油！对呀，不要变成曾子瑜这就好了。好，好吧，再次谢谢可爱的妹妹，谢谢。